虾泥和土豆泥加入芝士碎，这样做出来的咸香的火腿，还有软糯的蛋黄，快带着你爱的人去春游吧！放进九阳蒸汽炸锅，在一起真的要照顾好对方。所以今天是男女朋友都要学的雪梨银耳，放进银耳、枸杞，还有去核的红枣。上次三黑粥火了之后，有很多人私信我还有什么适合女生吃的。我还记得去年最暖和的事就是和它放入，这味道简直鲜到不行。所以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鲜香生抽提鲜，食盐调味，淋上喜欢的酱汁，把油渣的部分过滤掉，炸至所以我们要再过滤一遍，椰子油做好啦。可乐鸡蛋、可乐鸡翅，还有没有？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可乐茄子，拌拌均匀，撒上汁就能泡出一大碗，得自己用的料会更放心。